开心和路机。去年也是吃 Friday。我们每一年都吃 Friday。什么还吃 Friday？ 因为就是这个就是很适合一大堆人一起吃的。你说吃这个什么北韩烧，那怎么一坨人一起吃？这里有北韩烧吗？哦，那是哦花韩烧，北韩的，是北韩烧哎。你要讲北韩烧？你好像讲花蝎。北韩烧啊。花蝎。